人气男团 Special 十八日为了代言篮球手游出席记者会，虽然少了几位正在赶拍戏剧的成员，但 Special 面对热情的粉丝不断贴心互动，跟现场分组大战篮球。早就偷偷学了几招大绝招的明杰，把大家打得落花流水，战况激烈。这个画面是 Teddy 他们乐队的画面，看出来吗？庞盖，庞盖，好 ，Teddy， 哎，哎，明姐，你已经想到了，高手，哇，哇，明姐，可以大风吹，你怎么会玩啊 ？MVP 哦。代言篮球手游让 Special 玩得很尽兴，还说回到了后台都舍不得放下手机。不过实际上所有成员都忙到没时间运动，平常赶行程练舞就已经非常耗费体力，只是被成员吐槽很容易长肉的违禁，讲到运动还是被围剿。他也不是文青，对，就是华山他是园区，然后拿个书这样子，他是愤青，坐着拍照这样子。我照片文青，人愤青。我就是平常就是跑跑步，然后就是比较简单的运动这样子。长跑那种吗？长跑，长跑。跑多长？大概四五公里而已啦，没有很长。跑马拉松会看到你吗？马拉松不会看到我，太长了，直接拒绝。那如果约你去，你会去吗？马拉松不会，我会累死啊。一起啊！我不要，你可以约我街头篮球。最后再看正中间，停个15秒，现场见一个尖叫声，加持一下。